欢迎收看文大推广，给你全龄学习最对位。嗨，我是 Steven。 你知道吗？人的一生中有非常多之罪，有罪无罪到满罪，甚至天花乱坠。现在请你睁大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文大推广教育部带来的年度之罪是最呛还是最夯的点缀呢？想必今年做最多的手部运动应该就是洗手了吧。把双手交给我，让我们一起来撕搓冲捧擦内外夹攻大力碗吧。不够香耶，加点味道吧，就从手工皂开始。2020年文大推广教育部年度之最与你相约全龄买醉，我们下次见，拜拜。